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ndarin Go 中文好好玩。我是 Yuki 老师，我是苹果老师。母亲节要到了，你们知道母亲节是哪一天吗？每个国家的母亲节都不太一样，有些在三月，有些在五月。不论母亲节是哪一天，都别忘记跟妈妈说一声母亲节快乐哦。母亲节快到了， Yuki 老师，你打算做些什么呢？我打算写一张卡片送给妈妈哦，希望她收到以后会感到很温暖很窝心。哇，好棒哦，我们家母亲节要一起去吃大餐，我的妈妈最喜欢吃好吃的东西了。小朋友，你们准备了什么惊喜要送给妈妈呢？影片下方有母亲节卡片的模板，你们可以把想要送给妈妈的话语写下来或是画下来哦。现在我们要来教大家一些句子，让大家可以写在卡片里面送给妈妈哦。妈妈，我爱你。妈妈，辛苦了。祝妈妈永远美丽，母亲节快乐。小朋友都学会了吗？祝大家跟妈妈都有一个很美好的母亲节哦。想看更多内容，欢迎订阅 Mandarin Go 中文好好玩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